灵异世界中的熊猫，它们十分可爱。当我们拿出岩浆倒向它们的时候，它们就会控血，并且当我们拿出蚁人的肘子，熊猫就会跑开。有很多小伙伴对我说，熊猫就害怕蚁人的肘子和岩浆。错，其实它们还害怕假道具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见过这么可爱的熊猫，并且非常喜欢它们，请点一个赞。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熊猫并不一般，但是它们最怕的就是蚁人的肘子。当我们拿出蚁人的肘子，它就会迅速跑开，并且如果我们敲它一下，此时的熊猫就会消失，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熊猫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，当我们拿出岩浆的时候，熊猫也会掉血，并且此时的熊猫火冒三丈。并且我们发现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熊猫它就会被烈火所吞噬。那么熊猫还害怕哪些道具？经过我和学姐的发现，我们发现它还害怕雷电法杖。根据官方大大对雷电法杖的介绍，它可以召唤雷电，并且我和学姐使用了一下，熊猫直接扣血30滴，看来它非常的厉害，并且可以直接杀掉熊猫。所以在迷你世界中，熊猫最怕3件道具，你们知道了吗？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